很痛，对不对？就很害羞啊。我想要选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内裤，对啊，都是颜色的。大家就哎，算是福利到我们女性的观众。好啦，还真的笑出来，来真有点露脸，来还站在这边挺入列。老师，你觉得刚看完这个这两个版本的这个体操动作，感觉怎么样？他们都有做到一些基本的难度，不过我们韵律体操跟竞技体操不一样，他们是学竞技体操的。哦，那来讲，你比如说示范一个是你们韵律体操的，就是表演用的那种漂亮的，比如说球类好了，然后耍一个那个，让他们两个来示范一下。球是我一身都痛。那怎么说？怎么说？等一下，很难的。对啊，我上次就学那个球，很难。彤彤来秀一下。虽然耳朵都烂了，但是要学一下。哦。OK 的，有啦有啦，好，退一下。好了，老师来表演一个。老师试试，我先教出一个题目。滚长滚的动作。好，长滚长滚。哇，这个很多打篮球的都会啊，对不对？多多的，小黑来，小黑来。好，多多先来试一下，等一下，后，怎么样？老师诀窍在哪里？诀窍就是当他的球滚到你手伸直，滚到这边以后要推胸，推过来，对，多多滚干嘛？滚到右手肩膀以后推过去。多多，你不要假装不会哦，让老师偷摸，后。被影片超鬼片，镜头要加大一下，对，要检查一下。哎，他们两个腰都好细，还真细。我说奥拳光会摆 pose 是不够的，要真的会滚球才厉害，不能只靠穿短裤来糊弄观众朋友呗。什么啊，你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刚刚我跟你讲，老师他动作100分了，可是就是球不停开，他屁股太抢戏了啦，对啊，脚脚，哎呦，有没有那个棒棒男要挑战的？小黑人，黑人来一下，会那个打篮球的应该至少会有一点这种啊，哈，好，来，加油。再次哦，哎，快了，差一点点，还有谁？我就说很难，真的很难哎，再来一个，来 Terry 看起来就是会啊，运动健将啊，快点，哎，有一点。老师，你觉得他们这样弄下来感觉呢？其实都还不错，因为这个蛮困难的，然后他们还蛮快就找到感觉的。老师，我们换脚彩带，对啊，好，球的弄完彩带都很有兴趣，因为大家都想当脚嘞，而且每次都以为彩带很好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也觉得彩带很好。其实彩带最难练，容易打结，真的，而且很容易踩到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先示范一个简单的给我们看。我们最简单就是要收带。收带，对对，好，来，不是这样捆一捆哦。对啊，怎么弄？哇，耶，有嗨，怎么样？敖犬一副那种，我们伊犁的敖犬能够成功挑战收带的技巧吗？让大伙一起看看他怎么耍吧。诀窍好了，我先跟你讲诀窍。好，就是诀窍。彩带要接近地面，然后由大到小，就不能停住，然后快到结束以后勾上来。哦，我试试看。好，先放开，先甩旁边。加油啊，细腰男，扣子都扣
小朋友，好来多多。拜拜拜拜。堂主哪会啊我？我很不是走这种运动路线。先来一个，白雪夏夜你有没有？走些路你不会唱这首歌。好了好了，等一下哈，我来试看看。可是创作歌手呢，这种煮面的方法以后有空再学吧，看看还有没有人想要挑战成功的呢。这样子往外顺时针，然后沿着地面不要跑起来。好，嗯，加油。这边很难的，哎呦，多多是赢，那个多多啦，多多，哦，真的是，信心十足，难呢，看起来好简单哦，煮面，哎，这算是另外一种啦，就是不完美之中的一个还不错，谁要挑战 ？Hero 来了，来 Hero， 不奇怪，这真的很难的吼，对啊，好来来来，看起来真的很简单。没关系，加油啦！不要打到后面的人了。哎，赶快说！你是道士吗？你也很不要这样。哇！你有在打扮吗？你在打扮吗？按照一个小时吧。请，全场一起看一下。什么吧？好了，老师证明你还是真的很厉害。嗯，对啊，还有我们敖犬也不错。我真的很想看一个，就是老师刚刚在那个暖身的时候啊，超可怕的，就靠在那个台子上，然后这样劈腿，那个腿就变我们 Channel V 的 V， 变这样子的 V 字形，超恶心的，就 over 了。老师可以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你的那个，哎，这个是热身之中一个很重要的，嗯，就在那边。好，你刚刚在那边劈的嘛，对不对？很可怕。是管是柔软度极佳，连咱们全罗宾的 logo 都可以表演的惟妙惟肖，这太神奇了，杰克！天哪，直接变全罗宾的 logo， 这很对啊，而且还厉害。哎，有没有男生会劈腿的？除了小日子，讲多多一定会的嘛？你会劈成倒 V 吗？像他刚那个这么 V？ 嗯。这个算是很厉害的，我会劈小 V， 小 V， 我想劈那个小 V 一下。好，我觉得那个小那个其实我也是苦练很久。好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小心哦。不错，好软，厉害呢。对，经典。再教一个，对，再教一个。我们彩带通常都是那种有大抛，因为这边场地比较矮一点，所以做小抛的动作。好，好。丢起来接住是很难的，超级一个不小心就插到眼睛。哇哇，好难哦！漂亮，敖犬要不要试看看？这个诀窍就是你要用手腕勾勾一下，手腕的力量，很爱扭哎你。哎呦，这个魔术师的感觉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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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抓过头了吧？敖犬啊，叫你抛接不是叫你往身上缠，于是想当个木乃伊吧，但裤子也太短了吧？虽然有缠住，但至少有接到。多多我了，多多来表演一个。为什么玩体操一定要穿很紧的衣服哈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？